台中近期房市交易量不如预期，有建商为了拉台买气，邀请到九天民俗技艺团到现场演出，就像国片《镇头》里面演的一样，团员们整齐划一，结合力与美的击鼓方式，看得现场观众大呼过瘾。看过电影《镇头》，但你有亲临现场看过电影的主人翁九天民俗技艺团的现场演出吗？月来台中预售市场冷飕飕，为了炒热买气，建商请来九天民俗技艺团到暗场表演，艺人玛利亚也到场助阵，当天果然成功吸引大批民众携家带眷前来观赏。九天它代表了我们台湾本土的一个精神，刻苦耐劳啦，然后奋发向上、奋斗不懈的一个精神，那我们希望说借由九天来助阵。民众来看表演，对建案也相当捧场，有不少民众积极看屋，也有人直接下了定金。看来九天民俗技艺团的演出确实是为建商注入一股强心针。我们的基地总共大约有1100坪左右，那在1100坪里面只有规划少少的30户，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中庭广场可以来做一个活动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案名叫做日安城？城取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台语说的点嘛，就是公众活动的一个空间。周报台中报道。